没放眼啊，放了一个，啊要控一下，对，帮蝎子控一下图，哎，直接闪现前，大嘴这边有双招，要死了吗？治疗，哎呦，这边，哦，这波感觉没了呀，没了没了。维鲁斯直接拿下阴血，这一下这边传送，哎，这边传送位置是要包的，包扎，是要包扎的位置。维鲁斯二给了一个猪背，先蔓延开，先查骚风吧，还是先拿这边的锅锅，这边看一个 W 减伤，但是就是锅锅已经没有闪现。好，飞队友，飞队友还可以，锅活下来，小伙这边的身体，哎呀，锅锅这边还是没有办法抵挡住 UZI 这边的伤害呀。沈强哥的话也完了，这大猪子直接包后。沈强哥这边有中亚，但是现在已经没有回复能力，大招回了1051滴血，大嘴被粘了起来，炸一下，哦，换掉一个大虫子。还是不够啊，虽然说哎，能炸死一个小明，阻止了，哎哎，漂亮，而且打龙，但是还反战的话，还是29单人残血。瑞克这一波还想再做一下争夺，奎索有机会逆天吗？奎索这边在被悠哉逼走位，悠哉很明白对方只有一个大嘴，有血量很低，只有大嘴有血多，这边卡萨，卡萨现在炸，哎，这一波有机会，卡萨被秒了。奎索这边是碰到卡萨，又在这边藏了一个虚弱，但又在这边战斗力好强，又是一个护盾，又在拿到这个双杀，这边再顺手接盘这个大龙，哇，还是没有办法处理掉又在这个维鲁斯啊！哇，这个时候赶紧过来给个护盾，应该是有大招。这个护盾太绝望了，太绝望了，太绝望了！想哎，龙，哇，这个也尽力了呀！这一波的话，前面看技能，看技能，力量大哥。放了一个远程边，这边听我来，放这一波，卡萨帮忙顶了一下，沈强哥的大招效果还不错，对，帮忙这边还拉了一下沈强哥，沈强哥被秒了，来不起来了呀，大招哎呦，这时候大虫子也被换掉，但正面的话只剩下三个人的 snake。哎，但奎托这边要小心，又在这边近身了，进入了闪现。但这个时候，防御塔正在打悠哉，不过护盾太厚了，挡不挡不了。这边已经七杀了，这边悠哉还想杀吗？还是在点基地，先把基地点爆再说。我有啊。一个治疗，这边还有闪现，要追吗？蝎子赶过来，哦，大招躲掉了，躲开了，漂亮。防御状态很好，但是。猪妹这边也及时赶到，打出个破冰一击，要先拿骚粉，能不能换掉？差一下，小虎这边应该是先倒了，但是他是林子这边先换掉了蝎子。然后看看这边也到达六级，而且卡萨这边有红 buff， 这边是没有状态的。吸血鬼来了，先王爷赶到战场，来这边先给大招，要先拿锅锅，我这边已经被宰了。哎，不过这边的 buff 是给到了猪妹啊，如果这边给烂力的话，可能还能继续追击。沈江哥很尴尬，只能先闭上你的闪现。一技能又弹了上来，打出猪妹的被动，这波要出事了。来这边拿到这个击杀，下路一直在被压制，但是下路这把死那个打的真不错啊，真不错。这边的话是蝎子是闪现拉大，对，害怕，没办法，如果不来的话。二塔甚至都有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这边要留人，他被留住了，小胖很尴尬，伤害不够，但是小胖已经没有战斗力了，新哥一个一闪进场完了，这是最关键的事情。郭郭这里也要被留，加一个一技能啊，郭郭这边加一个闪现是跑掉了，大招这个游戏时间现在是28，哎，这边要看起跑要追了，之前这里要打小虎，哎，但是哎呦，这里没有开出任何的技能，直接被秒，而且塔姆赶过来，一时赶到还给吃了进去，这可能是个大写的，因为陆续的人全部赶过来了，而且补盾放的太完美了。郭郭人根本动不了，郭郭没有闪现的，郭郭这边直接被蛇精喷死，小虎这边收获两个人头，小虎这边果断的反打，警告影还来，留到了一个布隆，大招给不给？忍了一手，等小兵。一波嘛，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小影大招，小炮，小炮这里被留到，直接被秒掉，布隆也倒地了，这里仅剩一个蝎子在旁边。沉不住气啊，那个两波没有沉住气，直接是葬送掉了这场比赛。这把结束的好突然，就5分钟的事儿。